号是 New 22之5，一路平安，全五八个八拍，总共64拍，四面墙歌舞前奏，从中音起16拍，好，现开始，重心左脚，右脚起拍，第一个八拍，右脚，右侧踏，左脚并，那个右椎部，右脚踏并踏，然后左脚右前交叉，右脚由后往前扫，踏左脚平面，然后左脚左侧踏。第二个八拍，右脚左后交叉，左侧踏，那个交叉交换步，右脚交叉侧踏交叉。第五拍，左脚左侧下沉，回步的同时右转90度，上重心上右脚。最后两拍，往右后转一圈，180跟180。第三个八拍，前交换，左脚往前，前并前，然后右脚前踏，往左后转180，而接着一个摇椅步，右脚前回后回。第四个八拍，前交换，右脚前并前，左脚前踏，再往右后转180。啊，接着是一个摇椅步，左脚前回后回。第五个八拍，左脚右前交叉，左转90，右脚后踏。哦，退交换，左脚退并退，然后右脚后下沉，回重心。最后两拍往左后转一圈，180跟180。第六个八拍，右脚左前交叉，左侧点，来一个伸法，左脚右前交叉，右侧踏，右左侧踏，然后再结实方块。右转90，右脚左前交叉，左脚后踏，同时右转90，接着一个右椎步，然后第七个八拍，左脚右前交叉，然后左转90，右脚后踏，再左转90，左侧踏，第四拍右脚一个侧点，接着是右脚左前点。然后在右侧点，最后两拍一个交叉交换步，右脚交叉侧踏，再一个前交叉。第八个八拍，左脚侧下沉，回重心，然后一个交叉交换步，左脚右前交叉侧踏，再一个前交叉。接着第五拍做10位三次，右左右，最后一拍左脚并，那整个舞序就结束。好，我们现在数拍，好，5、6开始，1、2、3+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+4、5、6、7、8，3+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+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5+2、3+4、5、6、7、8，6+2、3+4、5、6、7+8，7+2、3+4、5、6、7+8，8+2、3+4、5、6、7+8。好，那这首舞呢，会有两次的 Risa， 第一次是在第三面墙跳完第三个八拍以后，面对三点的方向从头开始。第二次的 Risa 是在第六面墙跳完第四个八拍以后，面对12点的方向，然后从头开始。
就是但是跳到第四个八拍以后的摇椅步，最后两拍要改变舞步，跳成退海岸。好，我们示范一次。好，就第六面墙，一二三加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加四五六七八，三加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加二三四五六，退并进，然后又从头开始。